好，我喝。Cheers。要你要整个把它干掉。妈，你看你就看得出来，姐姐平常都在哪边玩了吧？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今天很荣幸邀请到娜娜。大家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那我们今天要来开箱一个 World's Kitchen 世界厨房，你可以看到桌上有这么多的产品，今天就是要一一试喝给大家。这次的 World's Kitchen 呢，它有三种产品，一个是正常乳清，一个是透明乳清，跟一个 BCAA。 那光是透明透明乳清只有一个， BCAA 只有一个。那乳清蛋白的话有八种口味，但是我手上只拿了六种。那现在我们要一一开始试喝了。那第一个我想试喝的是 BCAA， 这个 BCAA 是意大利血橙，血橙就是一种可能是鲜红色的 orange。 然后他说这个制作的灵感是这个，为什么要先喝它？因为我们刚才在调的时候一致觉得这味道闻起来很像药水。对，没有，就是粉，很像药粉，但是我觉得这样闻起来是香的。但是它看起来不太美味，看起来很像番茄汁。你先喝，闻起来很像那个药局开的，那很好喝的糖浆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好，那我先试喝了。嗯，我觉得是我会喜欢的感冒糖浆味。嗯，是好喝的。对，它是浓的。我觉得很像那个市售的那种果汁加很多糖的那种。对，我觉得这个不错。因为过去的 BCAA 的产品其实我都觉得就很少会喝到喜欢，然后我都是有点是硬灌，并没有享受它的口感在饮用它。但这个我觉得会有一点微享受，只要你想它不是 BCAA， 不是药水，你就想它就是一个饮料，我觉得蛮可以的。但是现在后味有点真的很像感冒糖浆的味道，刚好治愈你的感冒。那 Aaron 要不要帮我们试喝一下这个？我刚刚在泡的时候就感觉很不对劲了。哎呀，哦，它是 BCA 对不对？对。哦，那我觉得它算是好喝的。真的哦。之前的 BCA 真的是也是像你刚刚讲的，闭着眼睛赶快把它喝下去。对，一般 BCA 都是苦的。对，这虽然当然不可能是甜的嘛，可是喝起来至少是我可以接受的范围了。像饮料吗？嗯，很像那种百分之百的那种果汁。对，它没有那么甜。而且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出那种浓稠感。那我觉得还不错，以 BCA 来讲的话。然后我们刚才的比例都是他们建议的水量最少的，因为我们想说用浓一点来测试。对，如果你想要跟我们喝一样的比例的话呢，你就可以参考包装后面的粉加水。现在我们要喝的是日式樱花，它是这一次所有世界厨房系列唯一一个透明乳清，看起来很像，嗯，很香啊，调酒。我们要 cheers 吧？对，要 cheers。但是等一下，我觉得它闻起来像香水，就不像食物啊，还是闻起来有一种那种梅果冰淇淋的感觉，就很想一直给它闻下去，就涂在鼻子这边。好，我喝。Cheers。要你要整个把它干掉。妈，你看你就看得出来姐姐平常都在哪边玩了吧？我觉得喝起来很像那个水蜜桃冰茶。我觉得喝起来可以加一点八嘎，感觉会蛮好喝的。对，就是又是一个调酒的好原料。我真的觉得透明乳清超适合加酒酒。嗯，好，那换 Aaron 来帮我们试喝一下。Aaron 要刷掉。对于我这种蚂蚁人来说，这实在是很考验我一个对偏酸、对酸性的一个耐力。而且我觉得喝起来有点像口香糖的味道，有点太香了。哦，有在嚼那个飞雷的感觉。好像透明乳清都是这样，有点酸酸的这样嘛。不过考量到它热量超级低，是我的话，我还是可以喝得完。那你平常喜欢哪一种口味乳清？乳清当然是选巧克力花生酱之类的，一定要有花生，只有巧克力不行。挑哎，我们这边也有一个花生的，美国花生。没有美国花生啊，没有巧克力啊，对。我们这一次我们刚才说嘛，有八种口味，但我手上只有拿到六种，我少的是美国巧克力花生酱跟印度芒果。嗯，那除了这两个，其他我们等一下都会试喝给大家看。这个怎么念 ？Stroop waffle。哦 ，Stroop waffle， 他竟然会念。你知道这一次的世界厨房系列，它每一个这个口味都是写当地的语言，完全看不懂。对，我刚才也是想说，这到底什么东西？好，那娜娜先试喝吧。我是喝很不甜的人，闻起来有点不妙。但是很香。这一款的评语是说，它是荷兰的经典美食，然后它是威化饼夹着浓浓的焦糖味，蚂蚁人会爱，所以你有心理准备一下。对，我应该会不爱。嗯，好像还好，没有很甜。它是闻起来很甜，但是喝起来还好。啊，好像很像那个哈根达斯焦糖口味的味道。我觉得很像那个法式那个可丽饼。嗯嗯，
哎，不错哎，很滑顺，然后不会太甜，然后又是浓郁的。但是尾韵，就现在喉咙会觉得有点卡痰的感觉。代糖吗？对，就是甜甜的。嗯，好，欢迎我们蚂蚁人 Aaron 来帮我们试试。哦，这真的有香到哦。哦，哇哦。这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这可以啊，这够甜吗？还是我刚刚喝太酸？这整个拯救了我的味蕾。而且我觉得它这一种是它闻起来很香甜，可是喝起来不甜，但它又是浓郁的，所以就不会让人家觉得很恶心，很想要赶快喝水。我觉得蛮好喝的，很滑顺。对对对，真的很滑顺的感觉。嗯，这我想把它喝完。好，这么喜欢哦。好，下一个口味我们要喝英式草莓蛋白霜。英式草莓蛋白霜它是英国的一个传统的甜点，然后它就是有结合酸甜的草莓跟蛋白脆饼还有鲜奶油，喝起来就是会比较滑顺香甜一点的口感。那 Ashley 先喝。听起来就很好喝耶。听起来不是我的菜。闻起来就是很淡的草莓香，而且是那种新鲜草莓的味道，不是那种香料草莓。草莓牛奶啊，不是我的菜，但是好喝的草莓牛奶。看起来很像那个草莓优酪乳，哎，有一点像，也有点像草莓优酪乳。我觉得如果喜欢草莓口味的饮品的人，应该会喜欢。这是那个早餐店的草莓调味乳，一模一样的味道。但是你可以喝到20克蛋白质，偏淡的草莓调味乳。而且这个应该比早餐店的草莓调味乳还要便宜吧？我说以蛋白，以它的营养成分跟它的价格比例来说，应该算是就是健康的草莓。我记得这一匙应该台币10块20块吧？哦，那应该比那个便宜。对啊，这多划算啊！满多少免运？2000。嗯，我怎么问你？我也不知道，忘记了。2000多。好，换 Aaron 来试试。这真的是早餐店的调味乳吧？老实说，我没有很喜欢喝这个，因为感觉喝下去都会拉塞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？早餐店卖的饮料都是最便宜的泻药啊！我想起来喝他们的奶茶就会肚子痛。对啊。那如果你知道它不会拉塞，你会回购吗？我不太会回购，这真的是还好。我不会买这个。因为它喝起来太化学了。会吗？这样算化学？它就是调味乳啊。嗯，它不是真的草莓。好吧，那我们下一个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喝的是葡式蛋挞。那这个就是来自葡萄牙。我以为葡式蛋挞是什么澳门。我以为是法国。哦，我们好土哦，真的。然后呢，这个葡式蛋挞它是由香脆的酥皮跟浓郁丰富的馅料制成，蛋挞上面再撒上肉桂粉，所以这可能有肉桂粉。娜娜试喝一下。闻起来没有肉桂味。嗯，我不喜欢。好简单粗暴的回复。其实闻起来就有点香，又有点不是我的菜。闻起来很像那个布丁，鸡蛋布丁的味道。嗯，不是我的菜。它前面喝起来是香，但是你后面就有一种不知道是苦味还是什么，后味不好，但是又讲不出来是怎样。就是它可能是想要做肉桂粉的味道，但是就是配成一种很奇怪的怪味感。等一下我再喝一次。不行，它背后有一种很怪的苦味，就是很在喝塑胶吗？塑胶味，类似塑胶味，闻起来很香，但喝起来不行。对 ，Aaron 来帮他平反一下。先听完你们的评论，让我觉得应该也是不太妙，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。可是闻起来是 OK 的啊，很香。对啊，我感受不到你们刚刚说的苦味耶。还是你平常喝乳清都这种味道？差不多就这样，有点淡淡的甜味，不会到太甜啦，后味还 OK 啊。它有蛋挞味吗？有蛋挞味。有啊。有吗？光闻闻起来有，但是喝起来没有。我觉得啊，我也觉得，还是它在我的内心中有一种蛋挞味。挺感觉的。好的，那下一个是爱尔兰咖啡乳清，这个口味就是有混合热咖啡、爱尔兰 whisky 跟糖，然后最后再加上鲜奶油。习惯喝咖啡的人应该会喜欢这个口味。Ashley 先喝喝看。好，但它加糖应该不是真的糖，它是在讲爱尔兰咖啡怎么做。对，就是原本的那个味道，它是仿爱尔兰咖啡的味道。所以我喝下去不会有太多的糖。啊，好香哦，有种 whisky 的感觉耶。是什么不妙的表情？不是啊，没有，我先喝。等一下，你们有调错，不小心加什么其他东西进去吗？没有吧？我知道你为什么觉得怪，因为它有仿，就是要加 whisky。对对对，它有酒味，喝起来真的有 whisky 的感觉。对，然后你的表情好淡定，一定很常喝。是好喝的，因为你喜欢喝酒。对，它喝起来很像奶酒，很像那个贝里斯，对，很像贝里斯的味道。好，那你会购买它吗？我会。真的、哦、好，我自己可能我喜欢喝酒，但我喜欢那种喝起来不像酒可是会醉的酒，所以这个
我个人是不会回购、哦、因为它没有酒，可是它就有酒味了。对，好，那我们 Aaron 来试试。 Aaron 也不喝酒。你是从来没喝过酒吗？有喝过啊，但不喜欢。但、哦、我就觉得那个酒精的味道，你们到底怎么喝下去的？那你喜欢喝最后的感觉？我也没有喝醉过啊，喝一口 我会把酒吐掉的那种。那我知道为什么你喝不下去，因为你没有尝过喝醉后的微醺感。那是好的吗、嗯、当然，不然你以为酒怎么会这么热销？对啊，看 我太乖了。哎呀，脸也不太妙哦。有酒味，对不对？有酒味啊，好苦啊，这个。应该是你不知道怎么形容酒味哦，可能酸。你有觉得它有鲜奶油的味道？有一点。有，我刚才也觉得。它也做的稠稠的，就真的很像奶酒。嗯，喝起来超像贝里斯。嗯，这我不行。我可以。好不好？我也是，开始打嗝。那我们现在要来试喝的是法式焦糖布雷，这是一个我自己非常喜欢的甜点。那法式烤布雷呢，是在法国很受欢迎的甜点，它有浓郁的卡士达，上面炙烧一层香脆的硬焦糖，大家应该都吃过。那来帮我们试喝一下，闻起来很不妙。真的吗？有法式布雷的味吗？我觉得闻起来很像豆奶。啊，他脸不行哎、欸，他表情不行，怎么不行？不会啊，我觉得闻起来有一点法式布雷味。好，你先喝。喝起来就是豆奶加一点法式布雷的香料。我觉得喝起来咸咸的。喝起来确实感觉它可能加一点点盐去提味，然后就是不知道是代糖味还是塑胶味，就是一种不是正常食物的味道充满你的嘴巴。那因为我不喝豆浆，所以这个味道对我来说就是有点完全不行。嗯，但我觉得它不像布雷，它比较像豆奶，很像蜜豆奶那种感觉。嗯，我不爱。你可以，我不会买。但如果我家没有乳清的，我可以喝。那就换 Aaron。Aaron， 你有喝过法？你喜欢吃法式布雷吗？那种甜点当然爱啊。好，那你来鉴定一下，甜的他都爱。好，先来闻闻，这闻起来感觉就还不错啊。为什么喝到现在好像都差不多啊？就其实都还有点蛮类似的。对，蛮类似的啊。就都是滑滑的，然后蛮浓的。嗯，真的是蛮浓郁的。那喝起来很一般的，可以接受的，没有像刚刚那个酒味，那真的没有办法接受。就很像蜜豆奶，可是没有那么甜的蜜豆奶而已。那是 OK 的吗？我觉得是 OK 的啊，可是就是一样，就是一般般而已。那你愿意花钱购吗？我可能不太会。我总觉得 Impact 里面有更好喝的口味在等着我去尝试。没错 ，MyProtein 的 Impact 味应该现在应该有六七十种以上的口味，六七十种，他们怎么挑啊？哦，所以你要多拍一点。对。好，我们现在来最后一个是比利时松露巧克力乳清，然后它是以巧克力甘纳许，甘纳许就是用巧克力和鲜奶油组成的一种柔滑的奶油，然后外层包裹的一种巧克力，就是它仿这种巧克力的味道。我觉得这一系列目前喝下来都偏甜，除了那个爱尔兰咖啡以外，还是因为我们水加比较少，我们加150而已。嗯，比较浓一点，闻起来巨香，闻起来很像高级的热巧克力的味道，好香哦。不妙的表情是没有到不妙，我觉得如果你是喜欢喝热巧克力的人，你应该会很喜欢，因为它真的很像热巧克力，然后会想要把它放在微波炉里加热。它有一个奶油味吗？非巧克力的味道在里面，但是它巧克力味道是很浓郁的。这个是松露，有可能有那种后味，对不对？嗯，后味。这应该是想仿松露，但是没有说非常像的松露味。但是是好喝的。对，这个我会愿意买。可是我觉得这个喝起来跟就是一般的巧克力口味，我会选一般的巧克力口味。我会选它哎。你会选它？因为我觉得它闻起来好像就是很高级的感觉。因为我喜欢偏淡。哦，你喜欢淡口味。就是喜欢浓的，可能会喜欢这个。那 Aaron 来帮我们试喝。在喝之前一定要说一下，我去一般餐厅吃饭，看到松露我都一定是必点，不知道什么松露就。听起来很高级啊，这可以啊，这个可以，对不对？可以啊，就是那种喝起来就好像自己觉得是很高级的人。对对，没错，我刚有这种感觉。终于喝到一款会让我想要去买的一款了。哦，真的、哦？对，今天你最爱这个。今天最爱这个，比荷兰焦糖松。嗯，比它还好看，对，比它还好吃。好看，好看。一泡下去，你就会觉得你买对了。如果你是爱松露的人的话，还有爱巧克力，嗯，对，爱巧克力。那娜娜今天这些口味喝下来，你觉得你会花钱购买是哪几个？我会买那个日式樱花，就是喝起来有点像樱桃的那个透明乳清，因为我喜欢偏酸的。Impact 硬要选的话，我应该会买爱尔兰咖啡。哦，你就是喝酒人吗？喝酒人不是，因为那个
比较没有那么甜，因为太甜了我真的会喝不下去。那个是偏苦的口味，我觉得我比较可以长期的喝。那如果是我的话，要花钱买，我会买这个松露巧克力跟荷兰焦糖。然后如果可以让我加九九，我还会再选透明乳清，日式樱花透明乳清。我们现在试喝到都有点饱，你的感觉如何？今天真的喝了蛮多，对，我们好像省了中餐了呢。所以其实这种乳清它虽然是液体，但是它还是会让你有饱足感，非常适合你想要维持体态、增肌、减脂、增加你蛋白质摄取量的人，并且它非常的便宜。My Protein 的产品真的是我自己看过啦，市面上最便宜的高蛋白营养品。毕竟他们是有自己的工厂，自己大量生产，然后又很喜欢用那种打折的促销、活动的促销去贩售、推广他们的产品，所以你可以很常的用很优惠的价格买到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一集世界厨房想要分享给大家的。那娜娜，我们要说什么？没有，没有啊，好吧，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